我作為一個老港，從事餐飲食材的這個行業已經從事了幾十年了，一直以來公司都是執著於一件事，就是新鮮的高品質的原汁原味的食材帶到去給我們大家的飯桌裡面，為了我們助力打造國際美食之都，擦亮食在廣州名片，貢獻自己一分力量。作為一名廣州人，低調務實已經刻入了我的基因裡面，正是這一種精神令到我幾十年來堅持為客戶去提供優質的服務，過硬的品質，使得我們有一群長期的合作夥伴。工作之餘呢，我都喜歡去一些舊西關啊、街街巷啊，淘一些舊物啦、啊、還有一班志同道合都是喜歡舊物的朋友，在這裡大家談一下舊物。其實我認為每一件舊物後面它都有它自己的故事，還有很濃厚的我們的嶺南文化。這個是平時很高壓的工作之餘，這個很減壓，我認為是一種很減壓的方式。